村特卖会一定要优惠。大家好，我是珊珊。那先祝大家中秋快乐哦，因为我知道中秋节呢，大家一定是全家团圆，然后守在电视机面前，最好正在观看我们的东森特卖会。那今天呢，我还是有幸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阿舍北美的这个负责人央衬先生。你好，你好，珊珊，你好，大家好，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那我知道央每一次来呢，都一定会为我们带来阿舍食堂最经典、最受欢迎、最热销的好康。那今天你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今天带来的是台湾做的100%土凤梨做的凤梨酥。哦，这是我觉得凤梨酥其实是算台湾标志性的零食，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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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我知道以前我吃到过一些凤梨酥，很甜很腻。直到我第一次吃到阿舍的凤梨酥，我才知道什么是天然。对，因为你们非常讲究味道，很天然，很纯正。然后我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才发现原来阿舍的凤梨酥的馅料有很大的讲究。你可以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可以啊，像我们凤梨酥都是土凤梨做的，那我们也是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加味精。所以我们的凤梨酥是就是很传统台湾口味的凤梨酥。听说你们的凤梨是非常有名的台农金钻凤梨，对不对？对对对，台南来的凤梨。而且我们都知道啊，馅料是非常重要的。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大陆啊，我估计台湾应该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在中秋的时候，因为月饼的销量非常的好，那没有那么多新鲜的水果可以供给，所以他们就用冬瓜来代替凤梨馅料、草莓馅料，就是任何的馅料都用冬瓜来代替，然后加不同的色素和甜味素。那我们的阿舍是绝对都不会的，对，我们选用的全部都是台农金钻凤梨，所以大家在吃到它的时候会可以感觉到酸酸甜甜的感觉，绝对不是甜到让你腻的那种口感啊。最重要的是它外边的酥皮，我觉得真的可以用四个字啊，入口即化来形容。它整个外面酥皮的质地就是看起来很完整，但是当你咬下去那一瞬间，加上凤梨的馅料，酸甜而且入口即化，是整个配合的天衣无缝的。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舍的凤梨酥的组合呢，是一共三盒，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包装啊。这三盒呢，每盒是12个，所以一共是36个，市场价格也就是我们的原价，加上税要将近90多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东森的特惠价其实只要79.99元，而且含税免运费。那今天其实我要替观众朋友问一下了，你真的是简单的就给我们带三盒凤梨酥吗？今天不只是凤梨酥，今天还带了这个我们的 mini break 咖啡。哦，就是我们阿舍的挂耳式的。对对对，那一盒里面有7包。然后它就有点像越南咖啡，就直接挂在杯子上了，然后直接把烫水倒进去，然后它就是慢慢就会滴出来。其实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阿舍的这个挂耳式滤泡咖啡啊，里面它是一袋一袋，是用无纺布制作的，对不对？对。然后挂在杯子上，我们把热水倒进去，其实一会儿就可以喝了。但是呢，它其实绝对不是，不要以为它是速溶咖啡，是那种3合1的咖啡，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速溶咖啡其实是粉状的。对。可是我们这些它全部都是源自于原来的咖啡豆，对，磨制而成，所以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随身带的一个迷你的咖啡机，你每一次喝到的都是最香醇的咖啡豆。那这一包呢，今天是完全送给大家的，一分钱都不要哦，完全送给大家，可以让你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纯正的蓝山咖啡的味道，而且非常的方便简单易携带，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我们今天的组合呢是三盒精美礼盒的阿舍食堂，来自阿舍食堂的凤梨酥，再加上赠送你的一盒阿舍蓝山风味的耳挂式的滤泡咖啡，一共是79.99元，含税免运费，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其实我们阿舍的凤梨酥也不是第一次来东森电视特卖会了，去年的中秋节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这个中秋节的电视特卖会上有播出过，而且我记得造成疯狂的热销，而且断货，对不对？对，断货班应该是卖四个礼拜，可是我们到第三个礼拜就全部卖完了，全部就断货了。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啊，我们这个凤梨酥是有多么的受欢迎。那今年样会不会再断货？今年是绝对不会，今年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发现说，凤梨酥其实在北美市场，蛮多人都喜欢吃的，没错，对，就不只是华人会吃，那美国人也可以接受凤梨的口味，因为他们也知道凤梨是什么，所以我们发现这些凤梨酥当礼物送给老外的客户也蛮受欢迎的，他们会很开心，对对对，对不对？其实不光是老外啊，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们一直过中秋节，每一年都吃月饼也会腻，我觉得以前我们都是到中秋的时候，晚上大家一起啊吃月饼喝茶，可是今年我觉得大家要不一样了，我们要吃阿舍的凤梨酥配阿舍的咖啡。而且我们今天这次中秋节的这个组合啊，大家可以看到，无论从它的包装、它的礼盒，再到它的礼袋，都非常的精美。你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都非常的适合啊。再加上今天这个组合呢，一共是36个凤梨酥，市场上的价格呢是将近90块，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79.99元，再额外加赠我们一盒啊。阿舍的挂耳绿泡式蓝山口味的咖啡，一共是7包，只要79.99元，再加我们3盒的凤梨酥，而且含税免运费。讲到食品呢，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了。我想请样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舍食堂都经过哪一些食品安全的认证 ？OK， 对啊，因为我们的凤梨酥之前在台湾已经卖蛮久了，然后卖得非常好，所以台湾那边 SGS 已经检验过了。那我们到就是把这个东西带到美国来了以后，也要经过美国的 FDA， 那加拿大的话也有加拿大 CFIA 检验，所以这些全部都过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所以大家知道啊，其实食品一旦想要从国内出口到国外的话，它是要经过层层的关卡来去经过这个验证的。有一项不合格是绝对我们在美国的市面上是看不到的，也是不可以销售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其实是跟去年同一时间的中秋节造成热销的组合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大家实在是太希望在中秋节买到这个组合可以送亲朋好友了。那我们同样的组合呢，并没有因为卖得好而提高价格，还是跟去年一样的价格，79.99元，3盒阿舍土凤梨酥啊，3盒一共是36颗，再加上我们一包赠送给你的阿舍绿泡挂耳式蓝山口味的咖啡，一共是79.99元，而且含税免运费。为大家带来的商品组合是来自于我们很著名的阿舍食堂的台湾金钻凤梨酥啊。那去年的时候呢，中秋的特别节目呢，阿舍凤梨酥在电视特卖会有卖到断货啊。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节通常都是送月饼嘛，月饼，对。可是现在我发现很多人不太喜欢吃月饼，所以现在就把凤梨酥来代替月饼。所以大家就是越来越喜欢凤梨酥的味道，因为已经不太喜欢以往的那些月饼的味道，已经吃腻了。那其实凤梨酥的味道之所以能被国内外的人越来越接受，其实就是它的馅料。那我们阿舍凤梨酥全部选用的是台湾的这个金钻凤梨啊，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酸甜，而且非常的一丝丝的很爽滑，再加上它外边的酥皮部分入口即化，再结合我们这个天然的金钻凤梨，简直就是天衣无缝的搭配啊。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一款组合呢，就是阿舍的金钻凤梨酥3盒36只，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赠品阿舍绿泡式挂耳蓝山口味咖啡，一共是79.99元，而且含税免运费，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